我跟瓦伦大侠的早餐，汤饼、小咸蛋、粥、鸡蛋，你看吃，好吃不媳妇儿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你看，好养。贵不贵？25，咱俩，是不是行？营养均衡。你那不是做好吃的？哎呀。吃了优质鬼，你自己说说吧，你买它干啥？玩球啊。玩球啊？搁哪玩球啊？在农村。在农村呢？农村哪儿啊？你妈妈学校。我妈妈学校，我妈妈学校没有这玩意儿吗？有啊。有你还买？咱那个东西坏了。坏了，你知道尺寸吗？你就瞎买。知道啊。你知道？啊、哦。我看你回信单不上的。啥是真能作业？束住了我，空了个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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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车，拉拉车不拉拉裤啊？买啥？我们先回来了。我媳妇换上了整狗的衣服，车库里地面打完，墙面也磨完了，门垛子都整完。现在给小厢房做一个台阶，明天的工程是平这个院子里面的地面。这是姜老师亲爱的不爱的人，后边正在做一个台阶，跟前面这些台阶都连上。现在两天没回来，这狗给它想坏了。动物是不会撒谎的，表达感情是非常真挚，真情流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吃点劲，这老狗王来了，看看吧，拉的啥？拉的是给小学买的篮球架的篮板，看看能安上吧。我的想法是直接买两个，篮球架子，直接带篮板的，把这梯子买的篮板，谁倒能使？那就是姜老师的学校，上班工作的地方。那天梯子来看这个篮板都坏了，所以他单独买的篮板。我刚不说吗？我的意思是直接买那个篮球架子，简单，把这个直接卸下来扔边就行了。不知道他这个篮板能不能上上，一会儿找校长研究研究。那边都秃了没了，孩子没啥玩的了。找了一圈没找着校长，姜老师正在上课呢。咱们等晚一点或者明天再来。我们又研究了一圈，估计够呛。他这两边还有这么的两个支柜呢，他买那个篮板上都没有，这老瓦轮子就瞎买。那先这么地吧，好事没做成，咱回去再研究吧。这大叔怎么开沟子里去了？整不出去了啊！哎呀，来，挺沉的这玩意儿。嗯呐，不轻。咋骑这里去了呢？啊、谢啥谢？小事。儿子啊，吴刚儿子。不认识了？你咋的了？车咋的了？坏了。那咋整啊？撞的。你慢点骑。那这咋整？能推回去吗？能。能啊。慢点的，你从那块下去。嗯。你看能不能推？没用。不用送你啊？不用啊。慢点的。媳妇，干啥？你买的那个篮球那东西用不上，它那不是一个型号，不是一个 size。都卖点变成新的胖子。你把那退回去，我再重新买吧。不可以退去，为错等待自己玩。哎，神经病。在这儿 building， 在院子 building 弄的。
你干啥去？grow flower。真的这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明天再见。我回去再重新买一个懒架子去。